是新加坡的国庆日56周年了。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看到视频检阅礼正在进行着，但是现场参与检阅礼的只控制在大约600人。视频中悬挂巨型国旗的直升机在2架直升机的护送下飞越会场的上空，向国家致敬。既然去不了现场，那我也要出来感受一下国庆日这节日的气氛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疫情下大家都知道了防疫的重要性，外面并没有那么多人，加上现在也不可以堂食，出来喝水啊吃饭呢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应该不会在外面久留的。今天我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个消息，说建国一代耗时1个月，将92面旗子缝制成大型的56国庆祖屋装饰，吸引了很多人。然后报纸也介绍了，我就在刚才坐地铁要去滨海湾拍照片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新闻，我临时改变主意，来到大巴窑这里给大家拍这由96面旗子缝制的大型的祖屋装饰。也没什么事情到这边，好像和大巴窑是非常近的一个地铁站。这里就是布莱德了吗？布莱德地铁站。看，这就是新加坡那个一个特色，到处都是这种长廊，既可以遮雨，也可以防晒。看现在外面的太阳，热得要死。看蓝天白云，一看就知道这个气温很高。但是走在这个长廊的下面很舒服，可以遮阳又可以遮雨，这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基础建设设施的一个特色。很多人从长廊走到家里都不用打雨伞的。刚才走错路了，长廊那边根本就不是，现在要往这边走。这边的房子还是挺漂亮的呀，前面那么多高层是祖屋还是公寓啊？看这个祖屋，红色的，应该是旧的祖屋吧。大牌123在哪里啊？今天是新加坡国庆日56周年国庆日，看到处都是挂着国旗。大牌123在里边呢，走过去看一下。大牌122在这儿了，123在哪儿啊？往年国庆日在即，一进入8月份就感觉到国庆月了，心情就异常的兴奋，各类红彤彤的国庆的主题商品呢还有食品呢都应运而生了，祖屋外的国旗早就迎风飘扬了。但是今非昔比，红白旗依旧飘扬着，但是心情却大不相同了。因为今年的疫情，抗疫之路真的是反反复复，异常的艰辛呢。之间挂着那个巨大的用旗缝起来的56的数字，我特意赶来给大家拍一下。疫情期间，他们是很多这些住在这里的居民没白天没晚上赶制出来的。制作的过程也是挺难的，因为太大了，半成品不知道他们怎么是给平时就是半成品的时候没有做完的时候怎么收藏啊，还要怎么协调这些人在什么时间做什么呀，
都是挺有难度的。走错路了吗？看，国旗飘飘。哇，红色的楼和白色的楼，新楼旧楼成为鲜明的对比哎。哇，大牌一二三在这里，看。这个宣传的横幅欢庆新加坡56周年国庆。7月份本土的冠病病例数目一直持续的攀升，然后又有100多个感染群。新加坡国防部就宣布国庆庆典延迟到8月21号举行。这是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国庆庆典首次无法如期举行。于是国防部在7月22号发文告说，国庆庆典会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在8月18号结束之后才举行，8月9号国庆当天则改以致敬典礼方式为国家庆生。就是在视频最开始的那个画面，滨海湾浮动舞台的上空举行的敬礼仪式。太漂亮了，远远望去太漂亮了。如果不是我在早报上看到这个介绍，怎么会知道这边的居民这么辛苦缝制的？我拍下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这样他们的辛苦也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对新加坡国庆、对新加坡的热爱，也让所有人都知道，让他们的辛苦，让大家还有他们的对新加坡的感情，让所有人都一同来感受一下。很好找啊，从布莱德地铁站出来转左，然后往前走了不远就是大牌123，挺好找的这个地方，幸亏不麻烦。这边的，哇，小孩吹泡泡，很幸福的样子。一楼是商店。今天是国庆日，这些店有的开，有的没开，但是好像都很静啊。今天是8月9号，8月10号就开始又有解封新措施了，然后接种疫苗的和没接种疫苗的就要区分开来了。明天开始，接种疫苗的可以5个人堂食了，没接种疫苗的可以2个人堂食。哇，太漂亮了。看这个悬挂在大坝窑一巷第123和第125座祖屋之间的超大幅的装饰，是有建国一代耗时1个月将92面旗子缝制而成的大型的装饰，这是大坝窑井的居民缝制的。我看报纸上介绍说，里边有一位70多岁的大坝窑井的居民用缝纫机参与缝制，而且2人一组形成分工合作，整个装饰用了10到12个人才完成呢。好几对的人，这边是一楼是店屋，这边休息区，看很多老人在这边休息。安全距离吗？不是那么标准，不知道都有没有打疫苗。是洗衣服的，
新加坡很多地方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去过的，像这里如果不是报纸介绍这56是由多少面企业缝制而成的，纪念新加坡成立56周年国庆日的这样一个居民的一种情感的表达，我应该都不会来到这里吧。这一带的商家应该感谢这附近的居民缝制的56这个数字的旗，应该很多人到这逛逛以后可能就成为他们的客户了。停在那儿，谢谢。红蓝黄绿，红蓝黄绿。不可以堂食，渴了饿了都没办法，就是要坚持要挺着。明天10号就可以在外面打完疫苗的就可以5个人吃饭了，没有打疫苗的也是可以2个人，在通风良好的咖啡店。这边是祖屋大排1、2、3，不懂是多少年的祖屋了，看前面都是新的楼，旧的祖屋和新的，这应该是公寓吧。这边环境还是，看前面还有很多高楼大厦。新加坡任何一个地方你住久了都会觉得它的，发现它的特色，所以在哪里居住久了都会喜欢上那个地方。看这边旧的祖屋也是位置非常好，离地铁站很近，
有一个五十六，我的天哪，布莱德大巴窑这边真的是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我估计新加坡每很多地方应该都有这种惊喜的，如果报纸要是不登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希望住在这附近的居民拍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我不是看到早报介绍的这篇文章，我也不会来到这边。看这边远处还有一个五十六，我的天哪，这个是由国旗拼成的五十六，太漂亮了。这个族区的颜色是墨，是绿色耶，太漂亮了。这样能看出是绿色吗？这个绿是很正的一个绿耶，漂亮的颜色。再和这边的红对比一下，这边是蓝色，到处都是国旗飘扬。我的天哪，看到这么用心的国旗缝制成的五十六，好感动啊。看祖屋的阳台上面，然后走道上面，走廊上面，很多人也挂着国旗。这个是由国旗缝制的，我看看多少遍国旗，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十五、二十六，五是有二十六面，六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面吗？六是三十面。刚才我数了一下，正好是五十六面国旗拼成的五十六的字样，代表着新加坡国庆是五十六周年。太有心了。五十六面国旗拼成的，很有心。这边一楼也是店屋，国庆日本身就是一个节假日，再加上疫情管控，不可以在外面堂食，人就比较少。看，很多家都挂着国旗。我从布莱德地铁站出来，大巴窑这一带就给了我两个惊喜。在新加坡还不知道有多少地方都有这些表达对新加坡成立五十六周年国庆这样深厚感情的一些意外惊喜，我只不过是不知道，今天只发现了两处。还有谁发现身边的这些对新加坡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一起分享出来吗？这些就是新加坡的政府祖屋，看这蓝色，淡蓝色，好漂亮哎！这就是长廊，看这长廊，哎，很美的长廊啊，好漂亮的长廊。这里从来都没来过，是不可能来这里的。今天非常的幸运，
可以感受到新加坡任何一个地方的美。这漂亮的长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新加坡的政府组屋，但是这边看也都有不同的景色呢。这里是儿童乐园吗？我的天哪，新加坡的祖屋区里到处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成熟的政府祖屋的建设。看这里，我的天哪，哇，漂亮啊，太漂亮了。哇，这栏杆蓝色的，鸽子。这组屋应该时间已经是挺久的了，这是游乐场。布莱德也是属于大巴窑地区吗？天哪，漂亮的地方。这是儿童游乐场。新加坡的祖屋越旧好像社区的设施越成熟。这边是打篮球的，这个是儿童的吗？今天是新加坡的国庆日，没想到会来到布莱德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我突然间在报纸上看到布莱德这边有居民缝制的巨型的用油漆缝制的56的字样挂在祖屋之间，我是不可能到这边来的。但是无意中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发现，又把我引到了对面这有56面国旗缝制的56字样的这个祖屋区的里边。没想到这里真的是意外的惊喜。这就是新加坡普普通通的每一个国人，还是不管是新加坡人还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工作在这里的工作准证啊，或者是一些家属，他们安居乐业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这里没有公寓或者是大型的高楼大厦，但是却是新加坡住房政策居者有其屋具体的体现。这房子的时间应该都很久了，应该能有20多年了吧。但是看这里一片安静祥和，带孩子玩的，运动打球的，国庆日没有什么热闹的场面，但是就是宁静，好宁静的地方。这就是普通的政府祖屋，这边的一楼就是没有建，
前面应该是店屋，所以一楼是有，好像是有住宅还是有店。这边的祖屋就是典型的新加坡，一楼都是空的，可以坐下来休息啊，还有是不是防潮，还是给人以休息休息休闲的空间。这种地方好像就是很多人如果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马来人很喜欢搞户外的婚礼，户外的婚礼好像都在这种地方去举行。如果在这种地方举行婚礼，这个周围的环境也是够漂亮的了。看这边有这种石头，这边还有长廊，看那边有个老人出来晒太阳，这边还有漂亮的长廊，还有这种花的围墙，我在这里举行婚礼也是够浪漫的了。我想象着如果一对新人从这个长廊走出来步入这个大厅，我的天哪，这也绝对是一个户外婚礼的好的场地呀。政府祖屋的一楼都是空的，然后里边有放信箱的地方，放脚踏车的地方，还有一些椅子呀，供人们在这里休闲的场所。这边是放脚踏车的地方，看。还有联络所吗？一楼太静了，现在到处都是挂着小国旗。祖屋区的电梯，看这边就是一楼，都是休息的地方，活动啊、休息啊都是在这边。但现在疫情是控制人数的，他为什么没有用胶带把那个不该坐的位置给画起来呢？要打叉叉的吗？怎么没有叉叉？都是一楼休息的地方。这边这么多鸽子呀。太多鸽子了，我的天哪，太多了。哇哦，就是取垃圾的车，国庆日取垃圾的每天还是照常工作的。看哇，这么多鸽子在叫，
鸽子一直在叫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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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快6点了，傍晚5点半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好了，我本来想去滨海湾去拍那些什么滨海湾的鱼尾狮呀，还有滨海湾那边的一些人潮啊，还有克拉码头啊，但是我拍的次数也太多了，这种祖屋区邻里我还真是第一次来。我觉得就是这种一片祥和的画面才更能体现出来新加坡国庆56周年人们安居乐业然后一片祥和的气氛。虽然现在也是在疫情期间，但是人们并没有那么的焦躁慌张，相信新加坡的政府会带领大家一起战胜疫情。新加坡9月份开始就逐渐的步入疫情的新常态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为新加坡更加的繁荣昌盛尽一己之力。愿新加坡永远都国泰民安，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心快乐。傍晚的夕阳还是这么的火热，看，还没有要落下去的样子。傍晚快到6点的时候，无意中在国庆日当天，我来到了新加坡最普通的一个祖屋区的一个社区里边。本来想去拍一些风景优美的高楼大厦，还有滨海湾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设施，还有海边，没想到却被这最朴实的邻里的对祖国的情感所感动，所以今天我就不去滨海湾了，就在这里结束国庆日这出来拍摄的一天。其实国庆日就是应该拍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只有普通老百姓每个人都生活得开心快乐，那么国家才真正的走入了繁荣昌盛富强的这样一个局面。看56，说明大巴窑地区好像议员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耶。大巴窑的布莱德就这样，拜拜，我走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吧。Thank you.
吓死我可以有堂食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因为打疫苗的是可以五个人，不打疫苗的是两个人。看看明天的桌椅是怎么摆。今天是8月9号国庆日，看打包的人啊还挺多的。然后这些桌子都没有椅子，都不可以坐，看椅子都绑起来了。